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合掌，我们一起宣称本师圣号即开经偈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净土大经科注，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，849页。849页，请看第二行。有见真者，净隐曰：能见真空，故名见真。大圣一章曰：慧眼了见，破相空理，即见真空。这是一段，这里啊就给我们解释什么是见真。所谓的了，就是明了，慧眼在相上能够见到它的本性。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相都是假相，而这里所讲的空，它是指的真空。这个空假是怎么个说法呢？在大圣经教里面说，凡是有变化有生灭的都称为假，反之没有生灭没有变化就叫做真。性空是真的，它不生不灭，一切现象都是假的，有生有灭，所以呢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。但是有生有灭的诸法都是从真空里面现出来的，真空是自性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看作什么都没有，它是没有任何现象。我们把一切现象归纳为三种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它不是这三种现象，所以也不得已称它为空。为什么不能说它是无呢？因为它遇到缘的时候能够现这三种现象，所现的这些现象都是生灭法不可得的。所以呢，讲这个空讲这个有，都是给我们呢说明这个整个现象，讲体还讲它这个相状，有就讲这些现象，佛经称之为妙有、假有、幻有，包括我们这个色身是这样子的，不可得。而这个体性呢，没有三种现象，所以我们呢也无法揣测想象，但是呢它确实是存在的。在大智度论里面讲，为实相故，求慧眼。这就说得很清楚了。
我们将来要去极乐世界做什么？为实相故，求慧眼。实相就是见性，就是真相。为了真正明了一切法的真相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慧眼。谁才有慧眼呢？法身菩萨就有了。所以有了慧眼之后，对于诸法实相你就看得很清楚。没有见性的菩萨，他们是有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。得慧眼，不见众生净灭一意相。一相、意相这个概念没有了，这是真正的慧眼现前。大乘经上常说诸法实相，一些诸法的真实相呢，他就看到了。真实相是什么？体是真的，相是假的。相有性空，有是幻有，空是真空，这个是慧眼所见到的。所以呢，一意是一对，他们是相对的。一的对面呢是多，多的对面呢是一，那个意啊就是多的意思。一跟多这个概念没有了，真正把对立消失了。凡夫啊，这个分别心很重，一跟一，人跟我分得非常清楚。其实他不知道，这个都是一个虚假的概念。还有对立啊，人就容易生烦恼。哪一天您没有对立，全都统一了，那就太好了。华严经上讲嘛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您听了这句话，有没有感觉到佛菩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推动多元文化？所以讲多元文化的始祖是谁呀？不是西方人。这是西方人最近才提出这样一个新的概念，师尊在3049年前就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，只是没有用我们现在说法而已，但是那个意思呢都在其中。所以呢，一意不二，一意一体一如，这是真正见到了整个宇宙是一体的。所以我们对待众生啊，应该要用大慈大悲之心才是。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还有什么好分的？大乘经里面说嘛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如果没有把这个理搞清楚啊，在世上他去做很难。不要说对外面的人没有慈悲心，就算对家里面的人，他也不一定有慈悲心呢。哎呀，其实讲这个话也是感慨万千呐。真的，现在这个时候呢，众生没有学伦理道德因果、宗教教育，做出很多无力的事情，我们真的很可怜他们，没有学过嘛。下面继续讲，舍离诸浊，不受一切法。一个讲因，一个是讲果报。您能够做到把所有的执着都放下，那得到什么果报呢？不受一切法。加两个字大家比较好懂，不受一切法影响，这个就容易懂了，或者说干扰。我们为什么常常被外面的人事物拉着跑，听他讲一句话受不了，看他做一件事情忍不住，甚至有见他那个表情眼神我们就很不高兴，这都是自己怎么样呢？着相了。金刚经里面教我们什么呢？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
这些现象都是心想生，您想什么它就变什么。为什么不想好的？想好的话，一切现象都是好境界啊。所以有位大师讲得非常好，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。您把它面目看清楚了，哦，原来他是佛，这个时候您是什么心呢？好高兴的，原来你是佛啊，那我对你要尊重哦，本来就应该要尊重。您可不要上课的时候，嗯，好，我把它当作佛，回家呢又看着冤家对头，哎呀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，那可不行。曾经有一次啊，我们看了这样一个现象，有个同学呢要我们法师到他家去做客，就看到他的小孩儿跟他，我们进门嘛，他在前面呢，我们在后面呢，我们进来，他小孩就从他的房间里面出来，经过这个客厅看到我们法师了。那个小孩呢对我们法师很客气，问讯打招呼，但是看到这个同修呢理都不理。而这个同修看到他的小孩呢也视若无睹啊。你看这一家人怎么搞得这么关系这么僵硬，这个佛法就没有通。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把这个佛法学了之后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这里讲吧，要舍离一切执着，您才能够呢不受一切法的影响。智慧自内灭，是名慧眼。这个就是《心经》所讲的无智亦无德。其实真正智慧现前的人，他还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智慧的这个概念呢？没有了。如果他心里面还有一个智慧，我开悟了，他开悟没有？还没开悟。哎呀，也蛮有意思的，那个没有开悟的人非要人家承认他开悟了，这也是弄得我们呢无可奈何。要知道所有的名相是方便法，有四义经里面讲慧眼唯见合法，这个慧眼看到什么呢？下面就回答，若有所见不明慧眼。假如我们还有什么见到了，这就不是慧眼，我们连那个慧眼的名相都没有，这才是真正的慧眼。还说一个慧眼就已经不是慧眼了，您着相了，您有分别有执着。其实这个境界啊，是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，说不出来的。您只要一说，你就有什么呢？就有执着，就有分别。有人呢，他嘴巴不说，他心里想，这还是怎么样呢？落在分别执着当中。所以这个慧眼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的。慧眼不见有为法，不见无为法，所以者何？有为法皆虚妄分别，无虚妄分别，是名慧眼。说真的，这个境界挺高的嘞。什么叫有为法呢？有生有灭的就是有为法。那这个生灭多快呢？科学家讲，这个一秒钟当中有1000兆次的变化。而弥勒菩萨那个说法呢，我们一换算，就是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灭，比他还多出600兆次。所以前念刚刚一生，
它就怎么样呢？马上就消失，消失之后呢，接着再产生，这个现象称之为相似相续相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万法不应该斤斤计较。无为法，空无所有，过诸眼道，是故慧眼亦不见无为法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有为法要放下，那无为法呢也要放下。所以真正成佛的人，他心里面连无为法也都放下了。但是呢，为了度众生、就讲得很清楚了、有为法94种，无为法有6种。以上广引经论，以是慧眼见真之旨，内中以思义经与大论之说最为精妙，盖寥寥见无所见，不见有为，不见无为，方明见真。如果用中文的话来说，什么是见真呢？明心见性就是见真。前面所提到的智慧自内灭，这就是心经所讲的无智亦无德，乃了因佛性之所了也。什么叫了因佛性呢？下面呢，就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下册986页。参考资料下册986页，我们先来看寥寥见986，寥寥见，有看到吗？好，为人眼根清净不坏，自观掌中阿摩勒果寥寥分明。阿摩勒果也叫做安摩罗果，在台湾叫什么呢？芭乐，这个我们常常吃的一种水果。所以说眼睛好的人呢，把这个水果放在手掌上，我们一看呢就非常清楚。菩萨见于菩提涅槃之果，亦复如是。菩提是智慧，涅槃翻成中文就是圆寂。菩萨们见到菩提涅槃，没有一法不圆满，没有一法不是清净极灭的。换句话说，所有一切法的真相、因果等等，菩萨是通通都看到了，这个就称之为寥寥见。听到这里，大家想不想做菩萨？很想，还想不想继续当人呢？是不是？你看菩萨的能力太强大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底下一个名相。了因佛性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了因佛性，这是三因佛性里面的所讲的。梵语佛陀翻成中文呢叫做觉，觉即三智圆明。哪三智呢？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。佛是三种智慧达到圆满明了，遍一切处无不照了明大圆觉。它不但圆觉，而且还是大。这个大呢，不是大小的大，它是代表呢究竟圆满。所以佛的智慧呀、是真正呢达到了完美无缺。
那世尊在华严经上也讲了一句让我们很宽慰的话，他说呢，我所有的智慧德相大家都有，跟我的没什么两样，只是我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。所以哪一天我们凡夫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那您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也都能够通通的恢复过来。那么这里继续说到，觉即三智圆明，便一切处无不照了明大圆觉。这个大圆觉啊，就是佛性，就是不改的意思，在讲这个本体。那凡是有改变的就是生灭法。所以我们看到慧能大师开悟时候就讲了五句话，其中就提到嘛，这个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还有呢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，以大觉性不增不减，非变非迁。这个迁呢，是改变的意思，大觉性呢，不会有一点点变化。一切众生无不具此三因佛性。这就说出为什么一切佛对凡夫、对十法界众生尊重的原因，因为我们跟他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之别。此因若显，即成三德妙果也。如果这一个因现前呢，您怎么样呢？三种德妙果就恢复了。哪三德呢？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。其实啊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脱也是我们大家本有的，只不过我们是有分别执着，现在呢障碍住自己。其实学佛没有别的嘛，就是把自己这些烦恼习气通通都洗刷干净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三因佛性是哪三种。第一个是正因佛性，正为中正，为中比双照三谛具足，名正因佛性。成佛的正因不外乎啊这三条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正因，这是真正的因，所以我们大家用心一定要正。什么叫做中正啊？不偏不斜就是中正。说的严格一点呢，您只要心里还有念头就是邪念，心里还有想法就是妄心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啊，要做到这一点真的是太难太难了。那有没有人他心里没有什么想法呢？只要是人都有想法，但是人呢总有一段时间呢是比较单纯一点，想法比较少。什么时候啊？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您早就忘记了。什么时候呢？刚刚出生的时候，到三个月这个当中啊，100天，思想啊很纯洁。可是过了100天之后啊，哎呦，就知道这是我爸爸，那是我妈妈，不是我爸爸妈妈抱我，其他人抱我，我就嗷嗷叫。不喜欢人家来抱我们，你看这个分别心呢，随着时间的增加越来越鲜明。那中国老祖宗啊就很有智慧，通过观察呢就察觉到这一点的
重要性，如何保持住我们的天真呢？那就靠教育。所以古大德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：三岁看八十，七岁看终身。三岁能够养成一个天性，他到八十岁都不会改变。七岁之前能够做到根深蒂固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动摇他的初衷。到了七岁时候，他就完全有能力辨别什么是是非善恶真假了。所以现在人呢，容易造作恶业，我们也不要怪他。为什么呢？从小没有经过训练。还有呢，谁训练他？父母，您觉得哪一个人责任更重啊？不容易啊，当妈妈的担子更重。有人说爸爸也很重要，当然都重要。爸爸如果不出去工作，那谁来养活一家人呢？所以两夫妻的工作都重要。但是就培养底下一代人才来说呢，妈妈的角色更加重要。所以两者互补，互相成就。第二个叫了因佛性，了就是明了，这里解释了就是照了，为由前正因发此照了之智，智与理相应，故名了因佛性。有了前面的基础，才能够谈得上了因佛性，智跟理要能够真正达到相契合。第三个缘因佛性，缘即缘助，为一切功德善根资助了因，开发正因之性，故名缘因佛性。这个缘在这里当作动词，帮助。像我们现在学佛，佛法就是我们的原因，而前面所讲的了因正因是我们本来具备的。正因是真心，凡是与真心相应的智慧就是了因。它落实在哪里呢？落实在三规五戒十善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提倡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就是属于了因。所以我们念念呢，要能够与它相应，与它相应的话呢，那这个正因就现前了。我们能够用正因，就绝对不会有过失。这是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三因佛性。好，我们就学习到这儿。接着看注解849页第十行，849第十行，佛眼如来之眼名为佛眼，这是佛所拥有的这种能力。金刚经里面讲，如来者诸法如意。这个诸法怎么个如意？说真的，这个如是说不出来的，您想也想不出来，没有办法用言语文字表达出来。它妙着妙在这儿，一切万法可以说只有它是真的，所以称它为真如。那么佛的眼呢，称为佛眼。证得佛眼的人，在华严经里面称为妙觉如来，即照了诸法实相之眼。诸法实相就叫做真如。
能照见能明了一切诸法的真实相。当你成佛了，您对于一切相就看得非常清楚了。菩萨呢，虽然看得清楚，但是不够透彻。只有佛的眼呢，是透彻明了一切法的真实相。下面再解释这个具足。景心老法师讲，一切种智为体，无法不照，故云具足。一切种智是佛所证得的智慧。现在我们看参考资料上册306页，参考资料上册306页，大家找一切种智306，有看到吗？好，在三藏法书里面解释，未能以一种智知一切道，知一切种，是名一切种智，即佛之智也。括弧里面说，一切道者，一切诸佛之道法也；一切种者，一切众生之因种也。一切诸佛的道法就称为一切道，一切种是一切众生的因种，这个种是种类。现代科学把宇宙万物啊分为三大类，物质、精神、自然现象，这在佛法里面称为一切种，所有的现象都包括了。那么一切道呢，是一切诸佛种种之道，这个道就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84000法门，每一个法门呢都是成佛之道。那么这些法门呢，都是针对我们众生的烦恼而设立的。哪一天我们没有烦恼，这些法门我们还需不需要去在乎它呢？不必了。就好像什么生病的时候要吃药要打针，您好了呢，还要再吃药打针呢？身体都好了还要打还要吃，那就制造新的问题，就错了。所以呢，慧眼是见性的菩萨，佛呢，他是无眼圆明，他是佛眼具足。讲到具足，他就有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、慧眼、佛眼。的的确确啊，佛对于一切现象，没有他见不到的，也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景心老法师说，无法不照，这个叫做具足。具足就是一切种智。在法华文句里面也讲到，这是智者大师所写的注解，佛眼圆通，圆就是圆满，通就是通达，佛眼通达，没有任何障碍，本圣坚烈，四眼入佛眼，皆名佛眼。本是自信，自信呢本来具足见闻觉知，这个是性德。可惜我们现在凡夫啊迷了，迷了之后呢，见闻觉知就变质了，它就变成什么呢？受想行识。其实受想行识的根源是属于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是性德，不生不灭，而受想行识呢是有生有灭。那个识啊是指的阿赖耶识，所以它变成了生灭法，迷了就变成是五蕴。在心经里面我们看到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个照见了不起，照见的人他是什么眼呢？佛眼。佛眼就看到什么？
五蕴是假的，这五蕴是个现象嘛，它是个假象。而五蕴的本体呢是真的，本体是什么呢？就是见闻觉知，就是自信。所以佛法的终极目标是要帮助我们每个众生通通都恢复到真心，恢复到真如。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朝这个目标方向努力的。但是我们现在修学别的法门，感觉到啊，纵然想学学不成啊。还有您想学谁来教您呢？您现在去打听一下嘛。您如果想去兜率天内院亲近弥勒菩萨，谁来教您呢？唯心实定，五从唯识观，谁在学这些东西呢？谁在讲呢？谁在真正去做呢？做了之后谁又真正说他做得到呢？做不到那不就是白学了，功夫白费了。可是念佛这个方法就非常有效，它是人人都能够做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能够升到极乐世界，升到极乐世界那一切诸佛刹土您通通都能够去得了，包括兜率天内院。下面是念老啊解释《法华文句》里面的话：盖为佛眼之本是无上殊胜，谓之本圣，但亦兼具劣者，劣者其余四言也。根本是无比殊胜，这指佛眼。那这个劣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的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、慧眼。所以这前面的四种眼是没有办法跟佛眼相比的。佛眼是它也包括前面的四种眼。至于本圣者，能见佛性也；兼劣者，兼具其余四眼之用，故能照真俗二谛一切法也。所以呢，有了佛眼之后，那前面的四种眼的作用，它都有，也就是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、慧眼的能力哦，佛眼通通都有。能见佛性，佛性就是觉心，就是见闻觉知里面的那个觉。觉好啊，觉就是真实智慧，而真实智慧呢，是我们大家都有的。它能够照真，这个照就是照见，真呢就是见心，并且它也可以怎么样呢？照俗，这个太妙了。这不是经文所讲的吗？照真打俗。我们现在麻烦是什么？既不照真，也不能够打俗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不是这佛眼，我们是什么眼呢？肉眼呐。俗的范围很大的，俗是指的一切十法界的一正庄严，不光是娑婆世界哦，是所有诸佛刹土一正庄严。真俗二谛一切法，没有佛不知道的，没有他不通达明了的。后面有个疑问：或以佛舍肉身，何有肉眼？既然佛都入般涅盘呢，他这个身体不要了，他怎么还有这个肉眼呢？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，慧眼、法眼、佛眼虽胜，非见众生法。这些眼看一切法都是幻象、梦幻泡影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这是法眼、慧眼、佛眼看的。可是这个虚妄里面呢，
还有六道众生，还有四圣法界众生。那佛能不能够见呢？能见。他用什么来见呢？用天眼见，用肉眼见。所以佛眼有天眼肉眼的作用，凡是天眼肉眼可以见得到的，佛眼通通都可以看得到。因此佛要是跟众生打交道，他就必须要现众生身。因此欲见众生还啊，唯以肉眼，就说出这个原因了。底下是义寂老法师所讲的，有肉眼之障内色故。这个障内色，我们在这里啊稍微补充一点啊，它不在注解里面，也不在参考资料里面。贤首国师在六十华严注解探玄记里面也给我们解释障内色。障就是障碍，那这个根呢是属于障碍。那这里讲的见嘛，是指我们这个眼根。应见障内色，不得见障外色，遮障以内的色境就叫做障内色。这个障外色是讲遮障外面的境界。打个比方啊，您把眼皮张开就看到外面的境界相。请问您的眼睛看外面的时候，能不能够同时眼睛看到眼睛呢？就看不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只能够见到外面，就见不到里面。而且呢，我们要看一个物体啊，你想把它看清楚，这个物体要离开您的眼睛有一段距离，太近了就怎么样呢？不太容易看清楚，稍微远一点。所以眼睛呢，能力其实就讲这个肉眼能力并不是很强大。耳朵也是这样子嘛，耳朵呢只能够听到外面的声音，但是里面的声音呢它就听不到，这叫做障内色。在注解850页第一行说，为化度众生现有相佛，故兼肉眼。佛为了要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，所以呢他要现一个人身。他如果到天上去呢，就要现一个天身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就必须要有这个肉眼或者是天眼等等。下面经文，觉了法性。无眼圆明，觉了法性。在净书里面讲，佛眼能见真实如来藏中不空实性，名了法性。五种眼里面，只有佛眼才能够见到真实如来藏中。如来藏里面有呢不空实性，这叫法性。法性能生一切万法，万法是由它而生的。那些万法是怎么生的呢？随缘就生。这个缘呢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关系，法跟法当中就有缘。因为万法跟自己是一体的，所以佛在大乘经里面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力无畏亦然。关于众生跟佛的关系啊，佛是完全清楚，而我们凡夫呢对于这一点不了解。其实就算是我们看了佛经啊，也听到佛这么讲，您认不认同呢？能够点头不怀疑啊，您不是一般人啊。那什么时候您是完全相信呢？证得法身菩萨啊，那就没问题了。
可是还没达到究竟呢，至少要达到八地菩萨，那是真的一点都不怀疑了。所以我们生到极乐国土啊，真的是非常感恩阿弥陀佛，一下子把我们的程度呢大幅度的提高到圆教八地菩萨。下面是景星老法师所解释的：能与佛一切种智相应，觉了中道第一，故云觉了法性。中道是讲不偏不斜，那这个第一是指的自信。从理上讲，从事上来说，没有任何一法比自信更高的。而这个道呢，是指的方法，没有比中道呢更高的了。佛用中，菩萨也用中，我们中国老祖宗用不用中啊？也用中。你看四书里面有本书叫什么？中庸之道。但是呢，古人呢，他比较在乎这个中，他这个还没有放下，应该把这个怎么样呢？也放下。可以用它，不执着它，不分别它，那这个就达到法身菩萨的境界。所以佛教我们呢，空有两边不着不取，中道呢也不取，您呢两边不执着，中间还抓一样，那就是您还有一个记挂的事情在心中，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呢要把它搞清楚的。佛给我们讲嘛，这个理是没有相的，它没有三种现象，所以它是真空，因此我们不能够执着它，不能够分别它，你找不到，你也想不出来。那对于这个理所现出的种种事，也晓得它是梦幻泡影。果真把这一点弄明白了，这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他一定是最快乐的人。为什么他乐呢？原来都是一场梦幻泡影，您有什么好计较的？我们为什么对于外面的人事物耿耿于怀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都已经过去好久了，还不会忘记它。去年嘛，我们呢到这个极乐寺参加老和尚的告别式，后来就遇到一个同修，他就跟悟生讲，他说：“圣师啊，我到现在还记得以前你在澳洲的时候，你对我说了什么话。”悟生就问他：“什么时候讲的？”他说：“你1999年的时候到布里斯本学会的时候，你在厨房里面我们吃早餐的时候，你跟我说那个话。”当时悟生就，哎呀，一头雾水啊！1999年，去年是2022年嘛，1999那就是23年前，他记性挺好的。23年前吃早餐的那个话他都还记得，他说你说那个话之后让我难过了好久。悟生就说，那是不是难过到现在啊？你还在难过啊？他说对呀。悟生就说，哦，那对不起，哦，让你不高兴这么久。然后悟生就说，好像我当时有说什么话让你不高兴吗？我说什么？你讲给我听听看。他就讲出来了。你看到这些事情还放在心上那么长时间，后来悟生就向他道歉嘛。虽然是一件小事儿，但是也是告诉我们呢，跟任何人说话要有智慧啊。明明我们呢没那个意思要得罪他，可是听者有意啊，是不是？他就解读呢是另外一种意思。不晓得他现在是不是已经释怀了。我们7月份嘛再去台湾参加这个追思法会，那如果大家再见面的话呢，希望他不要再把24年前的话又拎出来说我还没有忘记，还有点阴影。如果他还没有忘记怎么办呢？再帮他放下咯，是不是？
其实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做什么？应该把什么要放在心上？阿弥陀佛嘛，中道，中道很重要啊。啊，这个把它剪掉啊，这个就不要让别人听到。举个例子，好，下面就说，一见佛性，故云觉法性。下面念老讲，故知佛眼能觉了法性，即文句所谓之本圣，非语言所能及也。的的确确啊，法华文句里面的解释啊，说得很好。佛眼呢，就是本文句里面所讲的本圣，因为它超过了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、慧眼，因此呢，非语眼所能及，不是其他四种眼所能够比得上的，是显佛眼之彻。佛眼呢，看一切相真的是达到了究竟彻底，全都清楚了。至于具足者，显佛眼之缘，具足一切眼之用也。一切眼的作用在佛眼上通通都显示出来。下面还有一个疑问也蛮重要的，或疑他经中，这是佛在别的经上讲，有以慧眼为第三，法眼为第四者，讲五种眼吗？这讲排列的顺序，第一个是肉眼，第二个是天眼。那么声闻缘觉呢，有慧眼，菩萨有法眼，佛有佛眼，所以其他经所讲的跟本经所说的顺序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地方呢，慧眼是排在第四，法眼排在第三，小圣经里面呢是把法眼排在第四，你看这个位置就调换了。何以与本经相违？为什么其他经典说的跟无量寿经就不一样？以及与妄希均是为，本经所云法眼之境与前二眼同是俗谛。前二眼就是肉眼、天眼，慧眼始见真谛，见真谛就是见性，而法眼呢没有见性，慧眼才见性。真胜于俗，故本经法眼第三，慧眼第四也。这就是原因了。这是一个方面，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若论修起之次第，如果讨论了这个修行的次第，那怎么排列法呢？先须达真，然后方能导俗，故他经中有以法眼居于第四者。换句话说呢，必须要先证得慧眼，然后才可以去教化众生。我们教化众生要用什么眼呢？法眼。所以如果自己没有智慧，就没有那个能力去教化众生，因此首先要做到达真，达真要慧眼，然后方能导俗，导俗就是教导众生，教导众生必须要用法眼。如华严演义超曰，为导养生，先修肉眼。
为了教化众生，必须要跟大家呢和光同尘，要跟他一样，他才能够相信，才能够接受。所以啊，先修肉眼，肉眼见粗不见细等，粗是相，细是性，肉眼见粗相不能够见性。次修天眼，天眼见色未见真境，故修慧眼。我们要明白，天人呢、虽然比人的福报大，但是他还是凡夫啊。所以呢，他见的色相没有见到什么呢？真境。真境就是心性。慧眼见理，未能见事，故修法眼。天人还要修，要修什么眼呢？要修慧眼。那这里所讲的还要再往上面修，还要修什么眼呢？法眼。慧眼见真空，对于万法真空他都知道了。佛门有一句话说嘛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阿罗汉呢有慧眼，还没有法眼，诸法性空，他明白了，所以人家不执着了。但是为什么会有诸法，他搞不清楚，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他们是见理没有见到事，他还要修法眼。法眼要知道种种法，菩萨呢修这个种种法是怎么样升起的，这个就是现在科学所讨论的话题。有的法眼是不是就修到圆满了呢？还没，后面再讲了。法眼未圆呢，故修佛眼。因此要具足五种眼，您才怎么样呢？称为是佛陀。想要度众生，要具足什么眼呢？法眼、慧眼。我们现在敢不敢出去度众生呢？为什么您不敢呢？不要说法眼、慧眼，连天眼都没有，甚至肉眼怎么样呢？也是问题很多，是不是？这个，哎呀，自己的苦得不得了，烦得不得了，还出去度众生呢？哎，先度自己吧，先把自己先摆平了再说。自己，哎呀，开悟了，有往生的把握了，再出去度众生不迟啊。下面是《大智度论》所讲的：菩萨摩诃萨初发心时，以肉眼见世界众生受诸苦患，心生慈悲，故求慧眼以救济之。菩萨就是小菩萨，摩诃萨就是大菩萨。初发心时，这个初发心其实也了不起。初发心就是圆教实性位的初性位菩萨。那就小圣果位来说呢，小圣初果须陀洹，这是初发心。我们现在学佛算不算是初发心呢？如果按照天台大师的说法，我们算是什么初发心呢？名自位，是不是？有其名，没其实。我们至少天眼通、天耳通没有恢复过来。那么当这些菩萨们看到世界众生受诸苦患，他自自然然就心生慈悲，接着呢以求慧眼来救济大众，就像观音菩萨一样。得是慧眼已，见众生心相种种不同，云何令众生得是施法，
故求法眼引导众生，引导众生。法眼呢，是了解一切法，要把每一桩事情呢分析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跟大家讲的透彻，大家才肯相信呢。所以慧眼见真空，见到体性，那不是一般人呢能够接受，不是一般人呢能够明白的。因此法眼才可以呢用来教化众生。所以这个慧眼跟法眼都不能够少啊。后面是念老师讲的，达真方能导俗，是为他经之序。其他经典的顺序呢，首先要怎么呢，要见到真相。真相是根本之，达俗呢是后得之。所以善财童子在文殊会下成就了根本智，他造真了。根本智是什么呢？就是经上所讲的无知，般若无知，用我们经题上的话来讲，清净平等，他恢复过来了。能够做到般若无知，那就太好了。他怎么样呢？他就无所不知，因此我们想要无所不知，先要做到什么？无知，要恢复清净平等。具体怎么去做呢？经上说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根本智现前，到时候您在接触到外面的人事物，后得智自自然然就起现行。这一点呢，善财童子表演的非常的详细，大家可以看华严经这一章。这是其他经上所讲的顺序，那么再讲无量寿经呢。至于本经，则以真胜于俗，故以慧眼为第四。慧眼能见真，法眼能够见俗，真胜于俗，所以这部经呢就把慧眼摆在第四，把法眼呢排在第三。法眼见俗不见真，慧眼呢见真不见俗，是即本经法慧二眼之序，不同他经之故也。这就是为什么无量寿经的排列顺序哦，跟其他经论呢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把这个缘故呢说出来了。那么教下确实有它的这个次序，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而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典是《无量寿经》，它的顺序是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所以这是净宗跟其他教下经典的不一样的地方。因为净宗先要求见真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个净土法门呢，它是属于特别法门。首先我们要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阿弥陀佛才算是见真。见到阿弥陀佛等于呢是其他法门所讲的明心见性，而且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啊，说句老实话，跟其他法门呢修到明心见性，我们的地位怎么样呢？比他还要殊胜。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了一句话蛮有意思的，他就说我们凡夫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其实是什么呢？什么都不是。这一句话很有意思。什么叫什么都不是呢？说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八地菩萨，
但实际上我们是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还有习气都有，是不是待业往生吗？那说我们是人在极乐世界呢，可是我们的智慧德能相好跟阿弥陀佛很接近，这就是太特殊了，凭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？佛力加持。还有为什么佛可以加持我们大家，有一个根本的缘由，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如果您没有佛性，佛想加持也加不上，所以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那有人又问呢，那为什么其他人他不能够到达极乐世界呢？因为他不相信这个法门嘛，他也不愿意修，他也不愿意去哦，是不是？待会儿吃中餐的时候，你问一下到斋堂来吃饭的同学，你想不想这辈子去极乐世界？有人肯定会很肯定的点头，当然去啊。再问他一句更重要的话，想不想今天就去啊？他一听眼睛瞪得很大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我今天就死啊？我才不干呢，是不是？他要好好的享受一下他所谓的人生的快乐。哎呀，人生哪有什么乐啊？那个乐当中有什么？有苦啊，没看清楚。所以真正相信这个法门人，说句老实话不多，一万个人当中，在现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两个人往生就不错了，再把这个比例降低，我们现在道场才多少个同修呢？老的、中年、青年、儿童加在一块儿，有没有500人呢？没有吧，400差不多，就说400好了。400个人当中能够有一两个人往生就不错了。你看这个比例哦，很悬殊哦。您想不想成为那1/400呢？想啊，想就怎么办呢？要认真念佛。好，下面进一步讲，又断经文中无不圆满，以前是总。这段经文呢是在841页，我们把这段文呢再念一遍给大家听一下。复次阿难，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。这段经文呢就是总赞，赞叹他此下名一切圆满之音，从诸佛密藏一直到无眼圆明，都是讲的圆满的音。念老在这里要做一个总结，它是怎么样圆满的？就性德上来讲是圆满的，因为佛在华严经里面讲过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守在究竟明了佛之密藏。在佛法里面有没有秘密啊？你看我们佛法里面有十大宗派嘛，在中国人讲十大宗派，十大宗派里面有8个大圣宗，大圣宗里面有个密宗，那个密是不是秘密呢？不是的。什么叫秘密啊？凡是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情就是秘密。佛法里面有没有不可以告诉别人的事情呢？没有。佛哪里有什么秘密呢？那个秘是什么意思呢？深秘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这个道理啊太深了，一般人不容易理解，不容易体会。说真的，就算是跟他讲他也听不懂啊。所以我们看《法华经》嘛，佛在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就在现场，听众当中有500个比丘
听着听着他就怎么样呢？走了。他为什么走？听不懂，他坐在那儿好像是反正就是受不了啊，他就离开了。其实悟生就想啊，哎呀，如果是换成悟胜的话，听不懂你在那边坐着听啊，就算是打瞌睡也要在现场打瞌睡，是不是？那多难得的机会，《法华经》只讲一遍呢。这是每个人的缘分呢，不一样。当然他们是事先，我们晓得他们是故意装成这个样子。下面再举个比喻，故如探水得源，这是讲找这个水的源头。那么用这个来描述密藏，密藏呢是我们的本性，是我们的自性。寻之得本，得其根本，不愁之末。这个也就是古大德所讲的得其一，万事毕也。菩萨是怎么成佛的呢？就是他得其一，他把那个一又找到了。一是什么呢？一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一。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得其一呢？净土法门很妙，您怎么回答我们都能够答得出来。怎么得其一呢？念阿弥陀佛就能够得到一。再说句实话，阿弥陀佛就是什么？阿弥陀佛就是一。念佛念着念着就得一，那个一原来您发现就是阿弥陀佛。因就是果，果就是因，因果不二，因果一如。而且我们这个得其一啊，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就算是小朋友，他只要肯一心念佛，也能够将来呢升到极乐世界。念老继续讲，若能了了常知佛之本体，自然调伏诸根。这个就蛮重要的。所以我们想要调伏诸根，您要怎么办呢？了了常知佛的本体。佛的本体是什么？就是真如，就是自心，就是前面所讲的一。我们把这个一要再说的更加简单一点，是经题上所讲的五个字：清净平等觉。您能够证到清净，就是阿罗汉；能够证到平等，就是菩萨；能够达到觉，您就是佛陀。而我们念佛法门呢，您只要修到心清净了，就可以往生了。清净嘛，也有程度不同，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您下辈就可以往生了。那个最低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下下品，功夫成品。所以我们念佛至少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才行。念佛方法是人人都能够这一辈子啊真正做得到的，就看我们大家是不是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因此我们知道佛的本体，自自然然就能够调伏诸根。这就是说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，再也不会有执着分别妄想起现行。我们清楚吗？一些万法都是怎么回事呢？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本体得不到，它没有三种相，由本体现出的种种万象呢，也是不可得的。所以体相都不可得，你还什么好执着的？你把这些都放下了，心就清净，心就平等了。下面再举个比喻，如手握金刚王宝剑，来者俱斩，自亦不存，剑亦非剑。佛门有一个讲法，
这讲修行了，心要清净，清净到什么程度呢？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不管是什么现象出现，您都不要把它当真。所以啊，《金刚经》特别好，教我们大家保持心地清净。佛提醒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您可不要世间法不执着了，您执着什么呢？佛法。像有一位女众同修嘛，她来我们这个道场挂单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呢，哎呦，她怎么跟别人不一样？读经的时候会哭，听经的时候也哭，参加三十七年法会也哭，从头哭到尾，从第一次哭到第三次。一开始嘛，我们觉得哦，这应该是初学，有这个感应吧，佛力加持。可是发现他每一堂课都哭，我们就后来觉得他不对劲了，后来就问他你怎么回事儿？他说我也不晓得，这从在家的时候学佛都是这样，来到道场也是这样子。我们就跟他说，你这个要注意调整的，你不能够再顺着这一个情绪啊，让他继续延伸下去，要控制一下，因为他这个是被这个悲魔附身在干扰他。到后来调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哎，他就比较正常了。他上课的时候就没有再哭了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法师正在台上讲课的时候，忽然下面哭起来了，他多少会怎么样呢？影响到旁边的同修，也会影响到别人，所以也会互相干扰。那么后来这个情形一消失，哎，他这个心情就非常的舒畅。故善调伏，身心和顺，这都是讲极乐世界的菩萨。深入正慧，身心俱调，正慧明了。菩萨心里面呢，只生智慧，不再生烦恼。故烦恼余习不断而断。到达极乐世界，真的那个烦恼习气它怎么样呢？不知不觉当中它自然而然就断掉。其实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道场学习佛法，无论您是听经念佛还是拜佛，有没有一边修一边拂断烦恼呢？都有。志愿无上，这是讲到要利益众生了。利益众生最殊胜的事情，无过于劝勉大家念阿弥陀佛，升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好啊，真的，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多待一天就多受一天苦，没有必要。随顺如来依佛之教，行佛所行，这个也是我们要向菩萨学习的，要常常把佛陀教诲呢，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圆圆满满的做出来。故以七绝圣道为所屡见。我们昨天嘛，前天跟大家汇报了七绝之八圣道，这是菩萨的行门。佛之无眼为所修习，佛是真正做到了无眼圆明呢，这是菩萨也希望达到的目标。照真达俗，真呢是自性，能生能现一切万法的就称为自性。自性呢作用非常大。当年贤首国师在写《修华严奥旨望经华严观》里面就讲到四种德。四种德里面的第一个德叫什么呢？叫随缘妙用。妙在哪里呢？妙在不着相。虽然佛天天在度众生，人家是度而无度，无度而度。诸位同修，您在家里面照顾家人，您不要把他当作是家人，把他看作是谁呢？
全部是阿弥陀佛，包括自己，我也是佛，您也是佛，大家平等。以照顾佛、供养佛的心来照顾家人，那个心里面呢，欢喜啊。您可不要怎么想啊，我照顾你是因为我钱是欠你的，我现在还债耶。我帮你洗衣服，因为你钱是帮我洗过衣服，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帮你洗衣服。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，哎呀，本来是可以修一些功德的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说得好一点，修一点福报吧。不应该这样子，要把一切众生呢看作是佛，他本来就是佛嘛，不管他是觉还是迷，都要好好的照顾他，希望他能够跟我们一样都念佛生到极乐世界。我们要跟一切人呢和睦相处啊，很重要。从容中道，这就是不偏于真，也不偏于俗，精进不移，这是真正的修行人。这个移啊，就是停止的意思，勇猛精进。则明本佛言，觉了法性，究竟证入如来密藏。究竟如来密藏，就是我们经中所讲的常寂光。我们是先升到极乐世界的十报土，到最后呢，你又入了常寂光了。故知一切妙德无不导源于佛之密藏，一妙德无不还归此密藏。这个密藏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我们的真心，一切万法都是从这个真心里面流现出来的。前面呢是讲到菩萨自利圆满，下面就说到度众生圆满。辩才总持自在外，善解世间无边方便，所言成地深入意味，度诸有情演说正法，无相无为无福无托，无诸分别远离颠倒。下面解释明，这是说明明极乐大士利他圣行功德圆满。既然说他是大士，那他就不是呢凡夫了，凡是升到极乐世界的人众生都称为大士。此中富含三义：一、演说妙法；二、游诸佛刹；三、普利众生。上之三者互相含摄。什么意思呢？演说妙法里面就有游诸佛刹、普利众生，普利众生里面当然也有呢演说妙法跟游诸佛刹，所以这三句话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第一段，从辩才至远离颠倒，标菩萨会辩德。你想要度众生是不是？首先要具备什么能力呢？要有智慧，要有辩才。诸位同修，您的辩才怎么样？我们这个道场已经建立这么久了，还没有举办过一场活动，就是辩论大会。佛门有一个有的道场他们举办了那个辩经，不晓得大家听过没有？辩经，辩论的辩，经典的经，辩经，就是各个寺院呢，大家优秀的人才，大家聚在一块儿，然后呢，几天的活动当中呢，不同的这些法师啊、居士啊，大家上台就辩论。其实我们可以举办这样类似的活动，看您这一年来学佛学的怎么样，有什么体会。辩才总持为一，是具足辩才，故知总持同比具足之一。
所以我们这部经所讲的总持，就是康生凯翻译的《无量寿经》的巨珠一样的意思。它是表彼土大士具足种种辩才，他不但有辩才，还怎么样呢？所有的辩才他都具足啊。什么是总持呢？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，也就是一切法的总纲领。如果没有辩才，度众生就难了，他就会被众生呢给问倒了。如果被人家给问倒了，这个法师还敢不敢明天再上台讲经呢？就算他敢明天再上台讲经，他也不好意思看着那个听众嘛。那个听众如果还在底下坐着，他就用那种特别的眼光看着这个法师。你昨天都被我给问到，你有什么好意思上台讲的呢？那如果悟圣出现这个问题，那还要不继续上台讲呢？继续上台。正因为没有辩才，所以才天天上台去学辩才嘛。哪一天有了辩才了，我就不上台了。因为还没有辩才，所以要天天上台。再说句实话，就算是哪一天有辩才了，还是要继续上台，有没有都上台。为什么要上台呢？不上台就没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报告咯，是不是？大家就听不到咯。现在这个时候啊，缺乏讲经人才啊，世界各地都是的。下面再说，又总持即是陀罗尼，故亦可解为得辩才陀罗尼也。辩才啊，是佛门弘法大德所必须要具备的一种能力。下云，自在外表菩萨所居，乃外之圣辩，外辩者有四有九，也就是四种外辩才，九种外辩才。一般我们是讲四外辩，四外辩又名四外智。这个智啊，是辩之体，辩是智的作用，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说法，一个是讲体，一个是讲用。是为菩萨说法之智辩，从意业而言，称之为解，或称之为智。这讲到牲口一三一了。从意业来说呢，这是他的智慧，他对于一切诸法的理解。从口业来说，他把他的智慧，他所理解的讲给别人听，这个叫做辩。所以大家看这个中国字啊，这个辩当中是什么字？言，对不对？再看那个言，言的下面是什么字啊？口，要用嘴咯，要跟大家讲清楚，说明白吗？这是菩萨心肠，他们的大悲心的显露。假如说我们有了智慧啊，不愿意跟人家分享，这个人是没有慈悲心的。真正有智慧有慈悲心的人，一定是随缘度化众生，就算是只讲一句话给对方听，也是不会轻易放过，好好利用这个机会。好，我们今天学习到这儿。莫学悟圣初习念讲，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，如果有任何错误，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